点啊，划得过去吗？厕所在这里。这边有吃饭的。有啊，到处都吃的。
是怎样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叫自动关机，让我按一下。今天连哦，手机叫不醒，不会一趴症状出现了吧？刚刚在店里还有几趴，然后突然间变一趴。好了，自动开了。对啊，刚刚还有听到讯息，就是想要看一下，然后跟他这个后面也没反应，好热、哦，好吧，走、嗯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贴手机暖暖包？不要，我觉得好烫。他第一次这样。好吧，走吧。做这个啦，广州啦，哎呀，哪里去做？什么？哪里去做？
进来了哈。那没关系，都一起看前面了。半山。中间的话是黑的吧？啊，这也是黑的、哦。好像是。啊。什么啊？看一下。这是我们要滑下来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们要滑最边边那条红线。这就是怎么走？有啊，真的有一点跳跳。不是吧？这整个都红色、欸。中间一小段，在我们的缆车，没有，这段是黑的。我们缆车这段，然后我刚刚有看到有侧面，我现在在这里，对，就这一小段是黑的。等一下你看那个牌子，那边可能会写个什么上级者。但是它没有啊，它就是有办法让你下来都红的啊。还是切开是在上面，我们找一下红色切开的。这
边就算了吧。上面又有另外一个缆车，没有在动。那个缆车没在动。找切的红线。刚刚我看到一条切的红线，所以早就已经超过了。前面还很大一段路哎，所以我们都还没到吗？没有，搞不清楚。就树林，大片树林啊。然后该不会前面这怎么会切到缆车这？两个又有红又有黑，你也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。哎、欸，他有看，他有写黑色那块是有馒头。哪里有写？黑色那个。哪里 ？Central Coop。Colorado Coast。Coop Coop Coast。好，我讲错，我以为是馒头，不是。真的有点混乱的雪道，所以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再坐一个车上去，坐到这边，然后滑红色的下来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再一道上去。哦，就三。左边，左边有雪道。现在左边有雪道，你看。透平，透平，是吗？我们的左边。对啊。就这一道。咻。那里是有人在看风景吗？哪里？那个平台。那是人还是鸟？人啦。那是人头。快到了吗？快到了。鸟头吗？我以为是鸟头。我觉得他们的林间道啊，这是林间道吗？这应该不是吧？这不是路啊，那是我的立牌子、啊。不知道，请勿捣蛋。是吗？快点，快点去。车子后半截太长，我知道。哇！对啊，我因为有后半截，所以你看不到到后面的状况。哇！山下面都平平小小的，后面的山是小小的。嗯。那个车有开吧？那上面是防雪峰吗？应该是吧。哪一个？可以。边右边的山上，边大的人炸了。哎。是人啊，看到没？没有那么多雷鸟，好吗？大家都去屋顶看风景，屋顶看高一层楼，跟在雪道上看，在雪道看不是更高？他们都是没有雪镜的。哦，你说，所以就要来那边看，对啊。好、哦，下个缆车。哦，好长哦。来讲太小了，坐起来很紧。对啊，而且可能要坐一个人或两个人吧，不会像我们坐三个人，膝盖会顶到。
可以啊。上面左边那边好像没有挂缆车，没有什么？没有挂缆车，那条线，对，都上不去，所以这边就到这里。对啊，好快啊。嗯，不知道。它的地形是有点，旁边是翘起来的，就是回山会往后流。它应该是有些地方有馒头，有些地方没馒头。馒，左边吧。右边好像比较高。走下来。嗯，自己看清楚。看到没馒头啊？对啊，这边也还可以啊，沿着最右边啦、啊。这边看起来很多人刮过，不大。那边也有个人在动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应该是滑另外一半边吧，不是这半边。对啊，它有标红线，一半黑一半红，这正下应该是黑。对。今天滑得舒服一点，休息时间。上面没挂、啊，然后最上面那个也没有。这边人是走上去的。那里有人走上去？哦、不是走上。那边就是缆车啊。哦，不是啊，我们的车到我们上面。
山顶，山顶。哦，背后不错。很棒吗？今天全部都粉红色。哈哈哈！我的天气是冷色。好像红色是那一条啊，右边那条。哼。也不错啊。对啊。那下次再接这一个，然后再回去。它有个 S 型绕过去，再绕回去。对，卡回去这边。对。绕左边，然后等一下再去右边。啊，哪？他会靠过去一下，然后再转回来。今天就停了，现在停了，停了吧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上去看地图就知道，他会指一边是什么，一边是什么。这里有办过奥运哦。对啊，跳台，跳台。那你看，我们山上右边的。是要给你滑的啊，有开啊，有开啊，还要坐上去啊？对啊，好，山顶啦。为什么觉得没有啊？刚是另外一条线，走过去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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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这比较缓的，这个就是真的可以用，真的可以用我说的那个抽完头的那个用。这个你看比较缓的，越上面越缓，就是渐进。好啦，男子滑降 start 起点1765奥运的，从这里开始往下冲。额头有点痛，我等一下戴帽子。你有戴哦？刚不戴什么？没有，刚不冷，现在会冷。我先把毛毛放进去就好。我没有放，你戴在身上啊。没有啊，是上下温度差、啊。上面有个厕所。如果有人要的话。今天午餐吃这个好了，哈哈，先看价钱。那我不出来。啊？你要干嘛？我没有，很想吃。喝啤酒，你有什么？先去拍照片，那里，好像拍照片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顺便看一下吃的有什么，哈哈。Beacon 啊，他们自己去爬 Back Country 的，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救命搜索器有没有打开。他提醒你检查，你总不能摔了才打开吧？被埋起来的时候才打开，插不下去，好硬哦。刚好戴帽子，现在没有风。你去啊，我先戴好帽子就过去了。怎样？啊，是哦。先去拍照点那边。
前面棒棒，左边。因为环景可以环到整圈吧，太夸张了。你要不要过来吗？先等一下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啊。它上面写什么？外莲塔。不要退多远。人像啊。受伤了。我就觉得怎么还啊，看不出是什么东西耶。你等我啦，你就挡我前面。不知道，回去再看。哎，小黑黑的。没关系啊，那就随便拍吧。好，那你帮我扔下。哦。在前面，多远？我不想了。哪一面啊？就刚坐缆车上来左边啊。没有哎、欸，还好吧。都差不多。拍起来还好。不知道为什么拍起来会有点不好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要套太阳吧。这边下去一半的时候也可以拍到那边吧。昨天滑一滑，随时都可以停下来。没有啊，因为他换车。
直下，接着转个弯，从缆车的另外一边下去，接着就可以一直靠边边滑了。怎么上来？你要到一之二还是二之二？我这样问你好了。我要到一之三啊。你要到一之三？不是一之三，他我们要走红线啊，不要走中间啊。啊，我就问你，你要到一之二还是二之二？你说要干嘛？尿尿吗？不是，你要坐的车是一之二的还是二之二上车的？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要再坐一次这个，还是你要坐到下面这个二之二坐上来？我没有要上来啊。没有要上来，听不懂。为什么要上来？好，你到底要滑哪里？就一直滑下去啦。好，下去了。现在在一之一啦。对啊，现在一之一啊。那就滑下去了。你还想要再滑一下上半截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要啊。就一直下去了。对啊，一直下去啊，一直下去。我们就累死了嘛。再看看啊。先上来一下，再下去了。啊？要先上来哦，也可以啊。我就不知道啊，你们到底要怎样？我随便啊。就你刚刚跟我讲你要怎么样啊？我没有要怎样啊。我就说一直滑下去而已啊。就是一直滑下去。不过你是中间就想要上，就上这个转的，再坐一下。我没有。所以这个缆车再坐一次哦。我没有要。要吗？我没有啊，你要吗？就下去喽。对啊，就下去就好了。歪一边，可以啊，随便拍拍。
点点，就是应该是要往那边去才对。我猜。拐弯吗？对啊，应该是那边比较简单一点。那边吧。是吧？是吗？还没到吗？既然说还没，那我就下去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靠那边吧。我们可以这样过去啊，我们现在就这样一直过去好了。对啊，弯着腰。你先回头比较好。为什么又这么高啊？你先回头，那边比较缓。你可以先转那边比较缓，你不要再前进。这边比较陡，应该比较危险。这边中间还可以，中间自己用滑的就可以了。就是撑一下这样，有，就是每次都要撑一下。好了，我觉得这边这个方向 OK 的。没有错啦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我就要下去啦。馒头还蛮安全的，这里。
就是没事就找馒头休息就对了。停下来就是找馒头休息啊。还说要做第二次，没有吧？你就挑你觉得比较缓的地方啊。好像就这样一直滑就好了。我找到了，你只要来我这里，然后一直往前滑就下去了。人呢？滑到前面，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。
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不要转，一直往前就好了。往前，往前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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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，不用转啊。就是因为很宽，你刚刚可以一直切到最右边，再切到最左边就好了。哎呀，是啊，累了啊。嘿呀、啊，往下直冲也可以了。有没有走错路啊？是缆车站左边还是右边呢？不分左右吗？我怀疑那边是黑的下去、欸。要走缆车的左边才对啊，那巨友就跑去右边了，我们走左边吧。没有啊，上面有画黑的吗？没有，它就是，其实是刚走一半，没有你切得很旁边，然后其实我们直着下来。这旁边有缆车站吗？没有啊。一点点，这不是缆车站吗？它的贴它边边一点点是黑色啊。我们现在应该在转弯上面呢、欸。我们不是转弯上面啊，我找错了。找错了吗？我们现在在一至二的上面啊。一至二的旁边，所以我们下了一段黑线啊，对啊，应该要靠在左边的缆车的更左边吧，我们要是靠那一边吧，对啊。巨友，你现在走的那条好像是黑线哦，超上级耶。我传不出去，我传不出去。好了，现在有了，等我一下。我还在连网路，我们要走到左边缆车站的左边吧。这边信号不好、欸。
这边讯号很低啊。有吧？没有吧？我没有网路，你有网路。你跟他讲，他要走超上级 ，OK， 我们在下面会合。他在看地图。不清楚哎、欸，那个缆车站左边好像也有一条路。
OK 啊，你可以下啊。走上的话，先一路用号码，21、22的样子，还是什么？下面第一个。我们接下来啊，会连续走1-1、1-2、1-3、2-2、2-1，有没有2-3、1-4？哎，不会不会，我们会走兔平就对了，最右边那条线就对了。你今天不打算再上来了吗？不打算。是最高，我说。不打算。今天要。要休息。那你要约，那你就讲一个点，我们跟他约在那个地方。是啊、喔。我是怕走散。好，那就。你要不要地图？反正我们最右边滑到底的话，理论上会到一号明目山 gradient、啊。最下面明目山 gradient。gradient， 明一号最下面最右边，最左边。一号啊。一号、啊。码二吗？第二配合旁边第三。一号啊。绿色一号。绿色一号啊。没有，那个就是那就是缆车站啊，一号啊，还是一号啊？就是一号，我一直讲一号，绿色的一号。好，反正就是一直靠右边滑，然后全都是红线。努力啊。八方的名产是馒头。八方要好滑，就是早上来滑，下午就收工了，因为下午据说都被刮出来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都是刮出来的。他们很害怕，搞不好我们也很害怕，都没力气。他们在干嘛？不懂。他们就走了，在最边边侧降可以吗？我去看看那边有什么。左边也有滑道啊，搞不懂。全部都这样卡。没有办法滑的话，你就下去了。
有一点。什么叫上面？第二趟吗？
哎、欸，你钻过来了、哦。哎呀，钻过来不错啊。你被你切过来这样。太阳跑出来了，太阳跑出来了。你继续趴，我正要拍照。就是这里啊，就刚好这里拍个几张这样。你说你有滑黑的这一段哦、喔？没有，那个黑的其实我们转弯过得去，但是我们觉得自以为太窄。什么叫一路前进？没有，那是类似侧降，类似横滑，然后你那个练久了，刹车也会变强。是有这样打算。上午就会好。都有半小时一班。回去每半小时都有。啊，你说现在几点了？半个小时一班。十二都有啊，现在下午2:20。3:00 check in 哦，哎呀 ，check in 就可以放东西啦。我有带，你要不要？我有带我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一个啊，你要不要？我没有要吃啊。
到这里才 slow。连夜不难啊，而且据说滑板的比较多，滑雪板的比较多。没有，哎呀，有点凉啊。没有信号。没有。不知道。这种像是老鹰的飞法，利用气流飞法。黑老鹰啊，黑老鹰。你说什么？阿姐，哎，你有拍成我没有，拍的不是很好。我有拍，但是我觉得也会有缺黑洞。这样做的休息不错，体力。
穿不上，下去再穿。哎呀！我是脚很酸，好不好？脚很酸啊。好吧，怎么觉得下面也是蛮沉的？是啊。好烦哦，这里。就边边转弯，然后切很远，再边边转弯。找个地方转弯再去那边啦。哎，好了，该转了。前面一点点转好了。鞋比较松的地方转比较安全一点。这里比较松一点，我要在这里转。压低一点，盯一下。没错，左边馒头更大。中间这一道，中间这一道，中间这一道没，几乎没有了，几乎没有馒头这一道这一片。你找个地方转弯，其实真的转得下来，要盯一下，右脚要非常用力盯，绝对不会倒，而且绝对停得下来。但是你板子要朝下，一下子，好，盯它，盯它。
因为你倒太山上了，你手放前面的话就可以盯住了。好啦，你可以到这个地方了，那一边还安全。一直去前面这边，然后这里你看那边雪多，可以准备下一个弯了。你看这边是比较平一点，那边比较蛮头一点。我走远一点。滑的喽，这边可以用滑的了，这边一直滑到那个人坐的地方为止，都可以用滑的。好，嘿啊，肌肉都用在那里了，嘿啊。回头看啊，回头看。还好，这也下楼梯，而且我就搭到一条很怪。右边是馒头区，左边不是馒头区。右边是官方馒头，左边就是红线。
那没有啊，我收不到他去哪个厕所了。好啦，就一直靠右滑，都是直直的红线。哎呀，还好啊，我觉得这都做很好，这个算还好。现在没这个没有怕。就是你就让膝盖这样短一短一短呀、啊。好。对，等他上厕所。我不知道他上哪个厕所哎、欸。安全，这里完全安全，一般的红线。这次我跟你滑吧，这是普通的红线了，一直到最下面都是普通的红线了，我跟你咯，安心的滑吧。啊，是哦，嗯。嗯，对啊，反正这里太非常简单了，对啊，所以我可以跟你滑，你就放轻松，你走啊，你走我就跟了。手放前面一点。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换左边，换左边，换这边。右半边比较那个，走中间一点。好像开始有点小跳，不要到最右边就对了，最右边比较凹凸。搞一阵，
比较累。比较累哈，嗯，开始开风洞。我刚下面比较不缓的地方，我练习用馒头转弯，就是跳起来那一瞬间转弯，好像习惯一点了。嗯，太阳好大，嗯，我也要开一点。你鼻子遮好，遮在外面。鼻子哦。鼻子遮好。好。我看我八方滑四天以后，我就会滑小馒头了，受不了。只练下面这一段，下面三个而已。你试着从馒头顶上过去。我都没有在选的。对，你就碾过去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我前面看一下，看状况。小馒头，小馒头。这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八方有病吗？我回应一下，我回应一下。你说一只四哦，好，我讲一下，我们已经到一只四了，一只四在哪？哎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是滑下来的。好了，这个你往这那边，右半边看起来还好啊。对啊，就是看起来还好，所以叫你去那边呗。我就是要滑右半边。好，左半边会摔下去，还有。不会啦，好了。
舅舅下小馒头，那帮他拍好了。回去再研究，回去再研究啊！我觉得也有穿那几天在梅子红线被跳跳的训练，不然第一线来就来这种，我真的会吓。这个一点都不抖，对吧？对啊，我是说跳。嗯。那天跳的程度很夸张。那天跳的程度，今天这个跳的还比较高嘞。都是兔子啊，兔子把它跳啊。你要我录你吗？但我再录不到。可以，你去石头那里开始。I'm tired. Oh.So tired. 好像没嘞，没跳几下，没跳几下。我觉得要经过长足的训练，才有办法利用它转弯，然后跳起来那一下转就很顺。晚上我们来看影片吧。对啊。不然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活下去。对啊。哦，你是说看怎么样过馒头是吗？对啊，多看一点。你觉得我那天看个两分钟，我会了。反正就是。还是一样重心往前，那是赖梅华吗？是啊。要帮他录吗？可以啊，帮他录好了。你录还我录？你快一点啦，他都要下来了。是啊，都一推马上推就录了。
马上上来，是这样吗？反正这里比较不陡，我都敢跳到离开地面了，管它三七二十一。没力气啊，没什么事。为什么要倒呢？为什么？干嘛？要表演假摔？为什么要摔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好累。好，我们要去压馒头。这边比较陡一点呢。你要继续休息吗？也可以继续休息一下，接下来又要累一段了。又是哦。嘿啊，这左边好像好一点。真的没意思。搞不清楚。每天这样一直跳，好累哦，都不能顺顺的让人家看风景吗？不过这里很广阔，你看，超广阔的。是是是。这左边离山边太近，我不想。是吧？还要你先走？那你先走，我看你怎样。讲得很安全，哎，很安全啊。哎，超安全的。安全呢、欸？很安全呢、欸，可以练跳跳，真的，跳跳转弯。一路下去，再帮我录一次，再帮你到下面再帮我录啊。都要直的、啊，直走就对了。你看一下，黄色招牌就知道啊。怎样？不知道，反正有黄色招牌可以看。我猜是直走吧，我猜是左边吧。反正看一下黄色招牌应该 OK 吧。欸，右边也有人欸，搞不清楚。你看得到绿色绿底的招牌写一自己吗？可以啊。
几个做的好一点，其他有的乱甩。我可能没有看到你。没关系啊。哦，好，没关系啦。OK 啊。我觉得这多练几下，哎，有的时候失去平衡，有的时候没有，就是跳跳转弯。嗯，你可以下的话，你就先下去了。拍张啊！要拍哦。我要拍一张照片啊。嗯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难度了，不是没有难度，已经可以下了。有难度。好。好。我们来去看黄色招牌。一至五，算了，看地图就好了。一至五是要怎么走？不是啊，也不知道走哪条路。虽然一直走右边，但你看右边还有一条路。一至五是分左右吗？看一下。林间道的话就不用了，看一下。嘿，一至五走左边。对啦，我们走左边。对，走红色的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是红色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右边是林间道。啊，好热。有一点。今天就真的是山顶下来，是不是一趟就够了？啊！冒汗啊！是不是又是小馒头了？你又要拍哦？拍啊！我们就从那上面一路弹下来了。我们吃掉了兔皮馒头。哎呀，吃相很难看。看下一个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要下啦，储备体力。你要我去后面，都一样了。好，你去那边了。
走错嘞！我们走错嘞！类似。好，就下去就对了。哎呀，就下去吧。干嘛？
还好啦，就下就好了。不到了吗？外套好爽哦。啊？外套很爽。吹风啊，吹风。好，时间很好。下去了吗？下去啦。你要帮我录吗？我先下的意思是不是？你要帮我录一下吗？看看今天怎么样。好啊，我下去好了。我用 iPhone 录，你看着我就好了。大清楚哎、欸！哦，那里有看到巴士哦。偷瞄一下，我 GPS 有标巴士站牌。对啊，那一个就是那里。对啊。等一下、啊，要直冲过去，直冲过去，能看到那个巴士的地方。巴士，看到有没有？小木屋旁边有个巴士。这里哦。对啊，所以要直冲哦。这里就直冲喽。这里就直冲会摔倒吧？是不会啦，但是你一定要往前弯腰，弯够低哦。不行啊，我还是算了。哦，好啊。小木屋旁边的白巴士哦。对啊。只是停在这，不是站牌。站牌嘞？站牌我不知道，我再看一下。我应该标的也不是很准，就在这个房子附近吧。他只是停在那而已。找一下站牌。一番哦，一番的八十大步啊。八十大步呢？你过。哦，
あの緑、グリーンルーフ。グリーンルーフ。遅い。遅い。遅い。但是看不大出来啊，看到巴士就以为在这边。哎呀，走路。哎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也没有说被，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啊，累累的。啊？爬什么？我们刚从那里冲过来的。过了。但是就觉得冲力可惜，先给他冲过来。也搞不清楚几点，是不是一趟就够了？一趟就够了。哎呀，明天应该元气会回来吧，体力不满。我手酸了。你先走，我休息一下，手好酸了、啊，啊，好累哦。怎样？对啊，
一号、二号都有。有来哦、喔，跑掉了、喔，我没看到啊。好、哦，那就是等一下会来，二十二的等一下会来，二十二分。哎、欸，梦可下课，不是梦课。啊？没有，那日文就只有，欸、日文是 market、欸。不是。这个是二号，二号来的。二号吗？叫二号，二号。好，这把发完就是现在的了，帮助颜色。啊，没有，是另一边。
3 parks. This one. 誰もいないね。Well, but it does force you to kind of, and I mean, normally I could chop and change. Like, I just got an extra week off when her sister's out, and I only went out that last week. But it means I'm going to cancel it somewhere else. Yeah. Right. Because we only have the 10 weeks a year at the moment. I think I've got about 15 weeks on the board for this year, so I've got to get rid of some of it. Yeah. Originally, because I took these 3 weeks off, and then I had a month off in August, and we're planning on going over to Norway.很热，超热，不过幸好我觉得我戴着帽子，它应该没有让我着凉，就一直护着我的。但是很热就是。好热啊！又踩到了。什么东西？先下去看光美啊。对呀，干燥室锁起来，然后提行李什么的 ，check in。怎样？先放门口，先放门口。为什么？是在下面拖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想起来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对啊，我这里不好。
先我先合门哦。我们的话，翘翘。啊？嗯。夹的。上次他拿钥匙。啊，是哦。不然打不开。那你们先脱鞋子，我去拿钥匙。鞋，他顺便帮我拿窗户。这里有。这里有，我也要先脱好了。对啊。大家一起脱啦，一起脱。先摆着。就是累死了，就是大概早一些些而已啊。可以啊，刚好了，刚好了，受不了。